甜度值一百，甜度值一百，甜度值一千，超标，超标，不准切。怎么了，小妹？你是不是带头了？我带了一包跳跳糖。甜度值999，超标，超标。哎呀，我忘了还有巧克力棉花糖的冰淇淋。你带这么多糖干什么？我还没有小朋友们想吃的糖。我们这是甜甜王国，小朋友们想吃什么糖都有。终于轮到我了。甜度值60，不准接。白雪，等你甜度值够了再来吧。怎么才能增加甜度值呀？找到糖应该就可以了吧。黑魔王，你能给我一个棒棒糖吗？我有三个棒棒糖，可以给你一半。你知道怎么才能一人一半吗？能掰开吗？不能。那怎么办啊？你想不出办法，我就走了。等等，我想到了，我们把棒棒糖放在水里，化成糖水，这样就能一人一半了。好主意，我带来糖水了。甜度值80，不准进。怎么还不够啊？白雪姐姐，你怎么还没进去？里面有好多好吃的。我的甜度值还不够，早知道就把我的糖分给你，现在我也没有了。没关系，我一定能想到办法的。要是你能帮我变得更大，我就让你进去。我们没有糖，怎么帮你变得更大？白雪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一想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可以把棒棒糖吹大，就像吹气球一样。我们做不到，不过我知道谁可以。棒棒糖怎么可能像气球一样吹大？就是吹糖人，小朋友们知道吗？谢谢你，白雪。一，检测到白雪助人为乐，甜度值100。耶，我终于能进去了。二，咋办？甜甜圈冠军，奖励甜甜圈王国永久通行证。我要放跳跳糖，我要做草莓甜甜圈。我做什么呀？我多放点糖吧，最甜的甜甜圈大家一定最喜欢。我要做个大家都想不到的甜甜圈。我的甜甜圈吹出来噼里啪啦，那是什么味道啊？我的甜甜圈最甜，我的甜甜圈肯定最好吃。我宣布，白雪是冠军。为什么？白雪的甜甜圈有两个圈，一个顶里啊。哇，早知道我也多做几个圈了。我做的其实不是两个圈，是我名字开头的缩写，字母 B。 我的缩写也是 B， 我是 D。 熊妹，你的名字开头缩写是 X。 白雪，欢迎你经常来甜甜王国。太好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甜度值不够了。下期视频再见。